中秋节快乐。在歌坛上面呢、啊，有那种宠，就是譬如说，让我们欢迎范范范玮琪，然后宇威哥是谢宇威。好了，我也很期待。我觉得桃园真的很多很优秀的客家子弟，懂不懂哈？后来大家讲哈，利用出国票的时间，太赶哈，啊哦，边边夹夹头摸彩一下哈。对，胡少东，第一部分，嘿，第一部分的摸彩，第二开始哎，哈，第二哎那是啥出嘛该？海客终极美食 PK 赛，嘿，先讲一下，哎，你个 PK 赛哦，当然你是在第五道菜跟第九道菜，大家已经填好了，投到个别。